咋回事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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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睡不着觉。睡不着觉，我狗辈儿啊！我狗辈儿啊！我狗辈儿啊！就是穿着一天线，不出门也等了。那我就不哭了。都要你这样，真要你啥时候摸后头都说。啊？哦，咱们是远远地跑出来的，这样不懂。我也等不了了。你啥时候干？啥时候出发？我两高两高，这一大大线也过得了，都狗分了。睡不着睡，我睡不着睡。咱俩聊天刚好够换。哎呀，付两个人200万也。这边是人走路的。院儿那边。200万和他配个1000万没。哎呦呦呦！我操！太吓人了！啊？这没四驱不行。哎呦出串了，啊，出串了，对。俺们可逗了。你这个就是危险这个事儿。他不敢拿着，拿着随着那车来铃去挑战翻。
找有保险管保，有保险你能保，你管有，啥都管他，啥都管。找有，自己人还不太厚，管保的，这找有都管。保保险吧，我你现在开这木门弄啊，你主要开那六，主要在那六，主要在六，今儿来看现场看的不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走保险。不着了，都开下去，你走保险记录。你还开坑的？开坑的大包家大爷的，这要是逼我这车辆怎么开，我们这得打一下我的车。